tem dó, né?什么教室是一只老鹰？我现在已经，因为我觉得我们越赢越大了，所以我觉得我再加码好不好？算是我生气了啦吼。18。保32。其实我觉得，如果你们设一个底线的话，你会觉得还好吧？啊？16亿，我不敢信。哎，我怎么，我第一次中那个上面那个。我一包是5张啊，疯了啦！今天是怎样？再玩一下好不好？太过瘾了！哎呦，如果我们18去玩，想不到经验值直接升等欸。啊，中 figure 了吗？为什么他中大奖没人家听起来？太扯了啦！哦，有什么18去玩经验值这么多啊？很夸张欸，而且那个宝箱超多的，宝34啊，宝34啊，不要再玩了。